好，所以刚刚你那一题听完之后，我们在一题非常类似的题型，我说第几项开始出现复数？好，开工 ，an 等于 a 1加上 n 减一乘上 d。你有没有发现我每一次都会把它写起来？原因是因为当我写起来下面放什么，我觉得反而很好思考。a 1就154嘛，对不对？那 n 减一就是 n 减一，有没有很废话？啊，公差哇塞！少四少四少四啊，所以就是减四啊。而我这一坨不是要正哦，我说开始出现负数，所以如果开始出现负，那就是变成小于零，所以这里就会变负四 n 加四。好，所以这是一五四减四 n 再加上四要小于零，所以我知道我的负四 n 要小于158丢回去负158。好，我故意把负号留左边。那再来要做什么动作？除以负四，记得你除负的小于会变大于，所以 n 会大于四分之一五八，四分之一五八可以帮我心算吗？啊，反正我也听不到你的声音，所以是三八三九，好，三十九，有没有近乎一个痴呆的状态？三九又四分之二，就这样。所以第几项开始要大于39项多，所以 n 等于 40， 第40项一样。哎，你算一下 ，a 40会等于 a 1加39个 d。好，那 a 1是154加上39乘以负四，所以减掉负四156就等于出现负二。很好，第40项确定是第一个负二出现负数了。